みな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大家好。我是日老師みえこ。日本語教師のみえこです。え今天の話題是这个日の表达、这个間用句到底是什么意思。那么首先、你们应该、确认一下、这个的日の发音、発音を確認しましょう。では、みなさん、読んでください。那么、你们、読み一下。 肩を持つ。肩を持つ。まやー、にめさいだちゅうらいまー。うん。肩、肩就是ジエンバンでいいす肩。うん。持つ、持つしなでいいす。などんしだなー。うん。なんま、肩を持つ。すせまいすなー。うん。チェイよ、特别でいいす。うん。おめいちかんいかん。一緒に見ていきましょう。 好的。那么我刚才讲过了。肩就是肩板。持つ就是拿的意思。那么听到肩を持つ可能有大人是这样想。肩を持つって誰かの肩を揉んであげることかな肩を持つ就是。うん。这个揉んで。う这个懂子呢。えー、揉む。就是按揉。揉む的提心。 嗯，按摩给某人的肩膀，可能是这个意思吧。嗯，比如说看一看这个情况。嗯，这个男孩子对自己的爸爸说：“，お三さん，僕が肩を揉んであげるよ。”爸爸，嗯，我来按摩你的肩膀啊。嗯，很孝心的感觉，可是好遗憾。 嗯，肩到模子和按摩完全没有关系。肩到模子是一种惯用句，呃、哎，所以呢，哎、有抽象的、特别的意思。嗯，比如说这样的情况，或者是这样的情况。嗯，怎么样？你们只看图片，呃、哎，猜得出来是什么意思吗？ “味”模子就是偏袒或者是袒护的意思。那么“日”的解释也看一下，“味方”或者是同伴伙伴有这样的意思。那么“味”的话呢，成、欸、为同伴的意思，成、嗯、为同伴然后援助する帮、嗯、助。嗯 还有呢，ひきする，嗯，这个ひき，嗯，也是和肩を持つ，嗯，差不多是个同义词，就是偏袒或者是袒护的意思，嗯，这个也是，诶、欸，顺便记一下，好吗？好，那么看一下这个情况，嗯，这个部长呢，嗯，总是偏袒这个人，山大哥嗯，诶、欸，部长说。 私はいつでも君の味方だよ。うん。えー、我总是你的伙伴。就是我一直支持你。うん。然后呢、这个人听到这句话。然后、心里想着。どうして部長はいつも山田君の肩を持つんだろう 嗯，为什么部长总是偏袒亚马达嗯，很奇怪呀。好的，那么关于看到母子这个情况也看一下。嗯，这个妈妈呢，哎，总是关心弟弟，总是偏袒弟弟。然后呢，嗯，哎，哥哥哎看到这个情况，心里不高兴，然后心里想着。 母さんはいつも弟の肩を持つから面白くないよ。僕にもかまってほしい。狭いすな。ママ总是偏袤弟弟。すごい。うん。栄養いよいす。うん。え、僕にもかまってほしい。かまう。うん。かまうでいいすし。え、在意やご安心が。よちやんでいいす。うん。おしま。 哎，妈妈关心我。好的，那么你们现在知道了，关于句看到么子的意思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呢，哎，父母对儿女，或者是哎老师对学生，或者是老板对员工，应该多公平一点，不能总是对一个人偏袒。 嗯，不然的话呢，可能会引起很多矛盾。你们觉得呢？好，那么这次到这里吧。谢谢大家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拜拜。